大家今天在干嘛？天使团推推起来。那你先帮我播个啥呢？先播个定番好了。哪一个？我我可爱吗？我要吃，不是，我要听 The Lion Sleep Tonight。不是啦，那他不是定番，他还没有成为定番，可能以后吧。好啦，开玩笑。布丁粉，布丁粉爱啦。Yes， 就是这个音乐。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这是我的新衣服。哇，智慧、可爱与完美，与完美于一身。又想想，哎，这个介绍词我喜欢。我还是国民女儿，趁今天还很热，先赶快穿一下这个有点秋装的衣服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是一个很可爱的衣服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，熊熊，然后一个假两件的概念。大家知道什么是假两件吗？就是它不是里面衬衫外面 T 恤，它是一件就是有衬衫跟 T 恤，是不是很方便？你只要穿一件就抵两件了，很方便吧？甜蜜小熊，甜蜜小熊是什么？其实还好哎，它蛮薄的，就是一个衬衫的厚度，看起来蛮可爱的，跟我一样。今天是一个，谢谢 Yuki， 虽然很久没看到 Yuki。今天就是一个米色，我看不到，哎，反的，找一下，看一下。哎呦，拍个照再翻过来，拍个照再镜像，镜像，镜像。嗯，被卡住了 ，sweet。哦，そうですね，原来是甜蜜小熊熊，没关系 ，Yuki， 我知道你还爱着我，不是？Hello Ming， 这个是 Sweet Bears， 就是它应该也不是什么卡通吧？没有，它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熊熊。熊 ，Hello 日笑。今天是走一个日系甜美风、可爱风，日系甜美可爱风，日系小可爱风，天天都是小可爱。谢谢，哈哈哈哈，吼吼。今天是日系甜甜小可爱之国民女儿之布丁。日本小学生会穿这么可爱吗？哪次不可爱？每次都很可爱。南瓜也很可爱，呱呱，他叫呱呱，呱呱跟大家说嗨。Hello， 我是呱呱，请多多指教。我是一个南瓜。哦。呱呱，呱呱，跟呱呱说嗨，他没有手，他可以摇动身体。要素哥，原来是日本小学生偶像，是真的假的？
真的、哦、那我就当一日小学生。不会啊，呱呱，你看他的纹路清晰，你看他多么拧针。来哦，一个瓜，哎，南瓜的，你台语怎么讲？豆鼓粥。嗯。金龟啦，金龟，是不是？这个是金龟。对，金龟啊。金龟啊，来哦，一只金龟100块，是有差不多无？100块一个金。真的哦，我真厉害！来哦，大家来哦，一个金龟100块。两个金龟200块，三个金龟300块，无互你拍食哦。进来买哦，只有一粒，善良。有人听有我咧讲啥物无？善良。我唔知影，啊，不过豆鼓粥甲我讲差不多呢。其实我嘛唔知影，我真正是无买过金龟，对咩？我就甲你讲，我的台语是塔布，你拢无相信。我至少是自细汉就讲台语大汉的呢。嘿，韩龙，对吧？你各位真正是足捧场的，我感觉足欢喜的。多谢你的捧场吼。塔布对啊，我就是塔布啊，无咧甲你讲耍笑的，吼。我即嘛是认真的讲，很哎、欸、哦对啦，很亮啦吼哟。我知影啊，啊，不过我还是感觉我的台语是上 top， 嘿，足认真的。好啊，其实我嘛唔是袂使啦，啊，不过我嘛是会惊啦。感觉呢是安尼，你想要食乖乖哦？来哦，豆鼓粥，音乐听。娃娃、啊，我叫你把音乐关掉了。你有没有听懂？来哦，今麦就爱来一个台语拔的，哎呦，拍起精神来！哦，好难哦，拍起精神来。爬起精神来，爬起精神来。哦，我袂晓诶，我放开呀，我袂晓伊诶歌词，我感觉足困难诶。我放弃啊，大家！我还是卖哦，多谢恁的告别气球，告别气球，告别气球，啊，不是差不多？差不多了。嘿咩？来哦，来挑战告别气球。气球，哎，第一句不写塞纳摔诺火盘，塞纳火盘，哈，你好，贝贝，塞纳火盘，咖啡，我手一杯，品尝你的美味，嘴。呜，像告别气球，笑容伫咧天
杯，你讲你有同款的歹做啦，啊，想要互我，你物无想要上贵啊？只要啥物，拢唔惊高价一切，你就有拥有就全世界。亲爱的，爱上你，从彼迄天起。甜蜜的就简单嘞，亲爱的，卖令你的目睭咧讲我愿意，诶，这个较简单嘞，哈哈，会使啦，会使啦，我干那啊，我无说你，哎呦。Again， 多谢命的拍婆啊！再次，塞那火盘，塞那火盘 ，B， 我手一杯品尝你的味，脆。花店的木像高白气球，笑容伫咧天空咧飞。你讲你有同我的歹哟，我想要互我哦，你无想就拢唔惊古早一切，拥有全世界。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我想到一个游戏了，就是 Ben 讲的那个游戏。我我觉得，好，我好就这样好。那我就听那个歌，然后你们就用我讲的歌词猜我在讲什么歌。哎、欸，这游戏好玩，嗨，透露讲，晚安。哎、欸，这游戏好玩，可是感觉很难，还是我们现在猜。猜 TP 的歌好了，没有要抽人啊，先抢先赢。无啦，你先来，阮家己的歌较简单啦，好不？啊，我爱用唱手爱要持着啊，唱。好，来哦，开始啊！哦，足恐怖的，足恐怖的。手牵手，好，嘛袂安怎？你 and 他。李晴，嘿，害怕，无想要去想的，对啊，我吼。是你，经理，伊的金安耶，喂，阮太难了，哇哇哈哈，好，这太难了，我放弃，这个太难了，嗨旅馆，再换一首歌，这太难了，大家有 get 到吗？大家有 get 到吗？有 get 到这个游戏的玩法？等一下，大玉，你帮我播背景音乐，随便播。啊？我说你就播，你说你就播歌。哎呦，等一下哦，来，我来，现在这个不是 TP 的歌。
但是是我们上次唱过的歌。风吹，下人对下过，圣诞老阿伯，对，也有红阿车，进来摕，进来摕，一人有一个，一座花。他叫圣诞快乐台语，哎、欸，大家再复习一次圣诞快乐台语，再次大家再复习一次台语版的。我们上次唱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上次有教学。把风呼呼吹，下人对家过，圣诞老阿伯，礼物还记得得。也有运动的，也有红阿车，也有同阿甲欢的，实在有够出色。进来摕，进来摕，一人有一个。楼顶楼卡厝边头，要大家欢喜做伙。也唱歌，也泡茶，也有讲笑话。上重要的就爱感谢圣诞老阿伯伯。阿伯，阿伯，阿伯，把风呼呼吹，下人对家过，圣诞老阿伯，礼物还记得得，也有运动的，也有红阿车，也有同阿甲欢的，实在有够多，进来摕，进来摕，一人有一个。新楼卡出冰头，你家的欢喜做伙，也唱歌，也泡茶，也有讲笑话。上重要的就爱感谢圣诞老阿伯。一人有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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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对啊，一个，一个好了。我们要继续游戏，我们刚刚是休息时间，休息时间结束，所以我们要继续我们的猜歌游戏，道具主你播 BGM， 哎呦。哦，好难哦，好难哦，感觉就好难哦，就等慢点。你们应该听不到吧？无路无途，一海边啊，啊，路车感觉风吹过我的面。咖啡，天空，啊哈哈，对啊 ，Only today， 你已经是伊的女朋友，请原谅我的，袂安怎拢会使，只要有你，只要伫我身躯的边，身躯边是上爱的你。哎呦！只要有你，好啊！今天哒哒哒哒哒，来来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下一首歌，骗到被辱了，他应该是听到关键词的，下一首。来哦，你快乐等什么？交予我
没错。哎、欸，你音乐要继续播。对我惊，感动，虽然烦恼已想不通，放放你太。笑容来自永远无悲酸路失控头毛拢哎、欸，有没有人猜对？安尼，好，身体好好感受，什么失控？不是第一滴滴，竟然会不习惯。咦 ，HTTP Festival，TTP Festival，HTTP。恭喜！噔噔噔噔噔噔 ，Hello， 季风凉。哎，你们猜好久。HTTP Festival WW Festival HTTP Festival 好了，好难哦。哎，为什么大家猜不到啊？我觉得很简单。哎，还是我们交给道具组。道具组，我们来玩道具组。你过来，你过来。播放音乐。不是你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你等下就选一首我们的歌，然后你就听，然后你就直接念出来那个歌词，然后大家来猜。台语吗？对啊，就像我刚刚那样。加油！啊，你音量就调一格这样，好，加油，加油。没有，你要选，你先自己选一首歌，我不能知道答案，我要来猜啊，我跟大家一起猜。麦克风给你。歌不是没几条。哦，麦好，那可是啊，就对啊，随便选一条，我刚没选过的。那就知道是刚没选过的。啊，就已经很难猜了。我的比较不标准的、啊。对啊，我没有给你试试看啊，看我猜不猜得到。就是有那几条。你要把那个放在耳朵旁边才听得到，你不要把音乐调大声。太难了吧？不会啊。道具组觉得紧张，很简单吧？念出来而已。又没有要讲，又没有要你唱歌，你就听到什么呢？你就念出来。你找好了没啦？就没几条，要找哪一个？你都唱过了、啊。没有，好不好？很多歌，怎么可以说我们歌没几条？什么意思？都已经四张单曲了。哦，我怎么找不到了？怎么找不到？他很不给力耶。哦哟，道具组好强哦！找不到啊！对啊，十二首左右。他不会唱那个。我都不敢挑战，你都敢挑战。随便选一首，又没什么，只是叫你试试看而已。哦，
没有没有讲台语啊？对，不讲中，哎，对，讲台语。他不知道公，不，这个我都听得好了，哎呦，啊，你小声一点，放在耳朵旁边听啦。好好来唱，讲讲。那之前做太差。啊，超跑本来就台语啊。雷道具组，来，你好了。你也知道我爱你。啊，就绿草地。对呀、啊，你就知道了。啊，那么简单，然后你还以为很难，以为嘞？你看我一秒就猜出来了，就代表这个游戏一点都没有难度。应该要猜别人的歌比较。可是我不知道大家那。没有猜很熟，很多人唱的歌。那你选啊，来啊，你来啊。阿妮好。什么阿妮？就这样吗？阿妮。阿妮。阿妮。阿妮啊。阿妮。哦，对，都讲安妮的吗？安妮，安妮是什么？没有，他刚刚做的太简单了。Hello Yuki， 我现在玩猜歌游戏。所以这那个什么平板怪怪的，对，怎么这么难用？然后这个充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刚刚用这个充电，然后我手机也都怪怪的，这个线。啊，应该是这个插座有问题，因为我刚刚用这个插座充我的手机，然后我在用东西的时候，它就会跳掉。先出个简单的。好啊，来啊，来哦，道具组开始。我知道，先不要讲答案，好，我怕我太快猜到。你不要让我听到啦，好哟。我台语我都不会讲。你好雷哦！我飘向北方。哦哟，这么简单，飘向北方。歌曲是什么？飘向北方。我飘向北方，卖问我的家乡家家。哦哟，大家组真的很雷耶。这个没有经过。太雷了。没有气化，所以不会。怎么没有气话？你还就是要临场反应啊！而且你要跟那个歌一样快。哎 ，rap 我连中文都念不好，你还要我念台语？道具组念台语 rap， 我懂到是道具组选的，他现在在 YouTube 选，我不知道他怎么选，他可能想到什么就讲什么。对啊。谢谢朱比恩的白色圆棒。你好了吗？好了。感谢朱里恩。我要等前座。跳过啊。跳过、哦。好，你要跟着他一起唱，速度要一快一点哦，不要太慢哦，你不要。不是要用唱的还是？用念的就好，但你不要太慢、啊。心中是不是搁有我暗不去的所在？遐个乌面真平静，遐个空气足安静的。雪白明月照在大地面顶，我好像在听那个唱着你无怨无会提起的回忆，好难哦。这个好像在听歌仔戏。真爱总是会使长久，哦，这太难了，用唱的吧？那你唱啊，对啊，这叫布袋戏的，你用唱啊，你用唱，五百应该有可能会觉得听起来就像。但是不知道什么歌啊，你快点唱。心中那片森林，当时才会当为我停留。遐个湖面总是清净，遐个空气。我知道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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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我不知道歌名什么。村上春树写的。那什么挪威的森林？答对了，恭喜九蛋！哎，真的颇难呢。太难了啦。有点难。太难了，太难。
我觉得光是如果用中文讲歌词猜歌，其实就蛮难的。但是现在是台语，對啊、你還有台語，现在是超进阶。我脑筋也没有翻那么快。我觉得这个不错，这个游戏不错玩。太难了。泰国鼠不会，还是你要念中文就好了。先念中文。那你念中文，那你当关主。好，当关主。好，那你我负责。你也要。我猜啊，我先猜，我先玩玩的看。英文更难吧？英文更难。太难你干嘛关掉麦克风？英文超难吧？太难了，英文真更难。我觉得我台语能力可能比英文好，就直翻的对话的能力之类的。我先国语试看看。好，你就念。我知道一切不容易，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，勇气。这么厉害！最怕你突然说要放弃。有没有？你们是不是都还没有反应过来？你们很慢呢、欸。好，你再出一题，我不要太快回答，我太强了，我太强了。太强了，没有你先让人家回答，看有没有答对。好好好，我等一下先，如果我知道，我先不要讲。好好，谢谢阿 K 的掌声鼓励。对，已经开始了。原字名什么意思？就约常唱啊。哎，为什么不能？那现在我们玩中文版总可以吧？中文版应该比较简单。越无法抽离，从中间了、啊。越无法抽离，越无法抽离而已。哇、哦，这太难了。什么？继续啊！刻骨铭心，只有我自己。好不容易交出真心的勇气，你沉默的回应，你沉默的回应是善意。这一个应该有点，我听过吗？有练哦，练这一句大家就知道了。刻在我心底的名字。对啊，就这好厉害哦！对不起，我对刻在我心底名字的那个歌词没有很太难了哈、哦。九代很强哎、欸，猜歌王哎、欸。怎么你猜歌王？我说九代是猜歌王。蛋、哦、叔，蛋叔，不愧是蛋叔，蛋叔。我们现在来计分。蛋叔好像是一个菜的名字。赢的可以。获得道具组掌声鼓励，好烂哦！但输一分。刚刚其实蛮难的。真的、啊。嗯。大家有猜到吗 ？Hello， 阿翔。什么输啊？不是啊，你一直来都是但输，姜还是老的辣。不愧是蛋叔，没有，因为你上次就变蛋叔，所以从今以后这一条你应该很厉害，别人应该不会。好，那你讲。好，来吧，我接受你的挑战。我听到音乐了。趁着脸轻轻吹拂。哎，这七彩的微风，你那个音乐太大声了啦！我怎么我自己都没听到？我自己都没听到。很好笑、哦，你可不可以挑一点流行歌，大家都听过的之类的？我真的不知道，大家都听过的。啊，那还是我来出题好了。你出好了，好吧？你这个不太适合当关主的人。这个，你真的不太适合。谢谢赖君燕的玫瑰，道具真的不行。来，来哦！我等一下，等一下哦！这太简单了，我觉得这个，这太简单。我想一下，还没醒来就已经无影无踪。等一下。还没醒来就已经无影无踪，风
敲醒每一个面孔。有人猜到吗？超跑情人。对。哎、欸，蛋叔，蛋叔有两分，蛋叔好强，笑死。等一下是猜歌挑战，我现在在找还有什么歌啊？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还是怎样？这个啊，这个好了，这个好了，等一下哦。等一下哦。等一下哦，就像太阳光芒燃烧着爆米花，跳动的音符在热舞不散场，想到你的脸庞和你说过的话，就足够让我的心恋爱发芽。哎，这题没有猜对就不是 TP 粉啊，不是。这题是 TP 的歌，就是超大的提示。用尽所有的言语都难以表达。对，闪亮的幸运。有没有大家有想起来了吗？哎，蛋叔差一点。那再来这个也是 TP 歌。等一下哦，好多正妹在你身边慢慢靠近，就连空气都感觉到有些拥挤，不起眼的花朵是不是要枯萎窒息？哎，好强哦，恭喜华叔，连倒日子都猜出来了，超强。好，再来是这首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熟。预备起，全民恋爱，不幸福绝不放弃。好，不行，这个下一个就太那个了。好，跳过他的副歌。高矮不在意，也不管你几公斤，要用一颗真心去爱另一颗。华叔也太强了吧！华叔，恭喜华叔！华叔，小心的小心，心电心，华叔好强哦！好，这应该蛮简单的吧？可以吧？会不会有一天，时间真的能倒退，退回你的、我的，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？也许会有一天。对，恭喜艾拉，很简单吧？出他最前面，大家应该都知道。干杯。那这个。这个不知道大家会不会，这有点难。哎，这也还好。等一下哦。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，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的转个不停。
有人知道吗？对，哎、欸，蛋叔画他，笑死，蛋叔领先三分，老傻眼哎、欸，还好吧？找找。好，再来这首歌，还是我，感受停在我发端的指尖，如何瞬间冻结时间？记住望着我坚定的双眼，也许已经没有明天。面对浩瀚的星海，哦，好强啊，好扯啊！蛋叔是猜歌王吧？你太扯了，你是多想要道具组帮你掌声鼓励？哎、欸，超强的，真的很强，超强，认真强，超强的。再来下一个。等一下哦，我突然忘记什么怎么唱了。痛太美，尽管再卑微，也想尝分身碎骨的滋味。什么野菜？很简单吗？王菲啊。哦，你猜对了，倒数组一分。一分，黄飞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大家其实都蛮强的，我以为这个很难。那这个，开头好了。哎、欸，他开头是不是就是那个野台妹？当爱情遗落成遗迹，用象形刻画成回忆，然后。想念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，有什么？周杰伦、啊、不是。若能回到冰河时期，多想把你抱紧处理。你的笑多疗愈，让人生也苏醒。失去你的风景，像座废墟。好扯哦，蛋叔。太扯了，不愧是蛋叔，真的是蛋叔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哎呦，按到了。那再来这首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？哪有，听起来很正常啊。他一直跳调，哦，不是你这个，你知道哦。哎、欸，你这个头啊，它就一直闪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它充电是一直，它是充进去又退出，又充进去。哦，是这条线。不想说为什么那么怪。哎、欸，跑走了。等一下哦。我在等他跑。哎，我刚刚那首歌嘞，不见了。好，笑鼠。可是他的歌单是随便那个的，随便跑出来。窗外的天气。就像是你多变的表情，下雨了，雨陪我哭泣，看不清，我也不想看清，感觉很难，对不对？三、二、一，离开你，哦，旅馆，旅馆，对了，旅馆，强哎。赞哦，太厉害了！
卯足全力踩着脚踏车，奋力的颠簸簸骑上斜坡，无论多曲折。嗨，本丸，哦，真的假的？不会，这首歌不是 TP 房哦。有人对吗？有人猜到吗？三、二、一，迎面而来！对对对对对，我爱眉粉是什么东西？笑鼠。那这个这个。不要不要这个。雨也绵绵下个不停，望着走过的脚印，有崎岖有平静。看着你的眼睛，我最熟悉的表情。一路上有你，因为有了你，人生旅程不再冷清。道具组，猜。再念，我快要想到了。你快要想到了，迎着风，迎向哦，恭喜吴清水。哎、欸，你太慢了，道具组，太慢了。被抢了，好强哦！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要念什么，不是？哦，这个冷淡的光线，哀怨的歌声，不对，这个是这个是台语的，对，这是台语的。铃铛冰霜了，来，这是世间的繁华，伤心酒店，对。哎、欸，我才念这样，你就知道你也太强了吧！道具组两分，是谁？好好笑哦。晚安。如果海会说话，如果风爱上沙。如果有些想念遗忘在某个长假，我会聆听浪花。华叔跟伤心酒店很熟，让风吹过头发，任记忆里的爱情在时间潮汐里喧哗。好熟。非得等春天远了，夏天才近。小啾，恭喜！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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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念什么，就是我自己在念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他歌怎么唱，好笑、哦。那这个这个这个，哎、欸，这个难，这个好难。这个是台语歌，我把它翻成国语。女人的情，甘愿为爱拼一生；男人的心，甘愿为情来牺牲。对你这段情，是越久越坚定。爱你一颗心，也怎么？变形，铁粉才猜得到。无奈今夜雨美未停吗？今夜风，这人，我们的情也不愿停，也不愿冷。这太难了吧！分开我们的心情，心痛是一层层，这段情放到心肝上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再会啦！哎、欸，好强哦，吴清水，好强哦，好好笑、哦。阿公的歌，对，阿公的歌。来，这个好了，这个不知道大家猜不猜到。干嘛傻傻看我？抱歉，害你失控。
都怪梦太诱惑，谁叫我的执着就是多了一种不思议的可口。对的，蛮新的啊。对，完美。恭喜鼓掌鼓掌喂。欸，其实大家都蛮强的，大家其实真的都蛮强的。哦，来这个三号一定要会的，三号不会他就尴尬了。来哦，他开头是什么？他前奏可能很长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写信告诉我今天。啊！你要抢答？也不要那么大声吧！你没有听到吗？你可以从中间念。今天还是什么颜色？啊啊，好好笑哦！谢谢海拉的掌声鼓励哦，它一直掉了哟。那这也是台语歌吧？对，是台语歌。千里江山我醉水，万里月万里城，万里愁万里烟，万里。什么风霜我最妖艳是吗？我有看到他那个字，他字好小。对，这可以是。妖娇。追追追啊！对。哎、欸，小猪小猪也对了。道具组也对了，好好笑。没有，我是看小猪打追追追。哦，傻眼呢，还以为嘞。你以为？以为嘞，那这个，哎、欸、这个。这个算了，没事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，他们那个有些很旧的那个字都好小，我都看不懂。哦，那这个，我不羡慕太阳。然后照不亮你过往，有些黑暗我们都一样。谢谢阿 K 的白色圆棒，不要听到太阳就猜太阳。我太嫉妒时光能离开的大方。不用开口，也就无需躲藏。欸，下一句就是副歌了，不行了。对，蛋叔，我刚才讲蛋哥，蛋哥，蛋叔，有一种悲伤。欸，对，就是有一种悲伤。这个道具组要会哦，不是？那我换我秒抢答的。我看一下。我看一下，我牵着我的牛儿在田间小路高歌，嘻哈装矫情。哦，厉害！哎、欸，不错不错，有符合我的期许。嗯，这个应该也蛮简单，这个可能三号也需要那个哦。也需要抢答哦。
等一下哦，他现在应该很紧张。等一下还没开始。哦哦，这很简单，这很简单。一点都不会累。三天三夜。好，三号。哦。他在睡觉。他没有在睡觉。哎，一点都不会累，这样就很厉害，很强哎，道具组，你是不是偷看我？大家有猜出来吗？一点都不会累，我已经嗨了三天三夜。哦，是跳还是嗨？随便。这个。哦，这太简单了。等一下。嗯。嗯。傻眼。好了，好好。那这个，这个。这一天过得怎么样？什么事特别难忘？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还听海、欸，你没有想法，你没有想法，老哥啊 ，Only today， 你还在宕机是不是？叫什么？他还在宕机啊！恭喜蛋叔，夕阳啊！哦哦，差点打了不休息，还敢讲？嗯，这个好了。天空的雾来得漫不经心。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，和平鸽慵懒步伐，怎么压着韵？什么心偷偷的放晴？祈祷你像英勇的禁卫军，动也不动的守护爱情。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，是我爱的风景。恭喜爱啦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想要猜，但你想不出来，是不是？想不出来。是我爱的风景。哦，这个这个，哎、欸，这个我小时候擅长的歌。这个这个三号最好是要打一下哦，你女儿小时候擅长的歌。你想要抱抱，我只好跳跳，转移目标，标说什么也不乖乖的电到。爱情绑票，见招拆招，说什么也不乖乖的，想一脚两脚勾引我跌倒，小心我会跑。谁不知道越容易得到？对，哎，三号三号 ，hello hello hello， 跟大家讲，我以前学了这首歌，我是不是有跟大家讲过？对，我会跳啊。我学过这首歌哎，我应该有跟大家讲过吧？我记得有哎，有人记得吗？是不是没人记得？不要啊，那个很丑。嗯，这个这个好了，道具组最好是需要打一下哦。哎呦，它关机了，没电关机。有，我有吧，我有说过吧。好像没有。真的吗？那我还啊！我刚把道具组手机摔了。哎，你这里有那个吗？哎，你手机也快没电了，是怎样？这个线怪怪的。就线那个，就线那个头，那应该是那个充电坏掉。真的假的？我真的没讲过。不要不要，忽然想到，不要不要，乱七八糟，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找一下，噔噔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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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噔噔噔噔。
哦，好可爱哦。哎、欸，那个我把你耳机切掉一下。我好可爱哟、喔！等一下哦、喔。但是你要看镜子，自己位置有没有跑掉。我要遮住其他人。要笑哦！哎呦，看到。哎呦，一直按到，哎，你这个线就跟你讲，你这个不是，这不是线的问题，是插座的问题。是电源的问题吗？是。怎么这么神奇？就是。你在哪里？好可爱哦！好可爱哦！然后我就跑去哪里了？哎呦！不要不要啊！我一直按到。哎呀，我一直按到，好烦哦！哎呀，我搓到，好烦。要笑啊，因为在录影，老师让我们要笑一下。哎，我以前，你知道我那时候绑双马尾，高的双马尾，真可爱，还穿着可爱蓬蓬裙。很可爱吧？这几岁？小学，一二年级之类的。我忘记几年级了。哦，就是我那时候我就那时候就跳这个，然后我就拍了一个影片，然后我就。不错的想法，然后我就把那个影片传到某某台，他那时候有一个节目，就是给小朋友他去跳舞，我就把我跳这个的影片上，就是传到那个某某台报名的节目，可是我没有选上，哼，没有，可是我没有被选上啊，所以我没有去，我是一个落选的人。好可爱哟！好累哦，好可怜哦！我怎么没有被选上？我跳得太烂了。怎么又是这个飞仔啊？哈！为什么呀？我忘记是我哎、欸、是我怎么我为什么会报名那个？你自己去报的、啊。我自己报的不是吧？是吗？真的假的？我很想上台，没有那个锁住的，你看不到，你想太多了，哈哈。谢谢阿 K 的看好你哦。啊，我以前就这么喜欢那个吗？这么想上台表演吗？嗯，可是我就是
参加这种的经验好像只有这一次而已，就是只有这次就报名这个而已，没有其他，再也没有任何经验，零经验，是吧？对，没有，就只有报名过那什么默默亲子台。对啊，我都在电视前乱跳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们还可以继续猜歌耶，大家。若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生活，我怎会把死守的寂寞放任了？真的假的？开始吧，大家，我开始了。这个蛮简单的吧？前面就很重要哎。绿色，对，恭喜笨。好，下一首。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，我是浪花的泡沫，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。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，耀眼的让人想哭，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，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。对，恭喜蛋叔哦，蛋叔现在十分耶，超强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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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有，下一首。谢谢本王的带你去流浪，浪。怎么十分？对啊，你超扯的。猜歌，猜歌，猜歌。这个。嗯，这好难哦，我其实也不太会唱。那这个好了，这个是谁的爱啊？比泪水坚强，轻声呼唤，就让我融化。每一滴雨水，演化成我翅膀，向着我爱的人。追吧，哎，三号，你的歌好熟哦，很简单，对，恭喜吴清水，很简单吧？你看茄子都对了，不是？经典呢？那这个，这个，这个也经典，这个也大家应该也都知道，还没到的樱花季。还没用的照相机，还没光临的餐厅，还在期待有着你的旅行，等待日落的巴黎，铁塔之下牵着你，等着等待说着我愿意，等待未来每天身边有你。蛋叔太强了，倒数呀，前奏对。那是活动点歌机是吧？活动点歌机，你被封为活动点歌机了。怎么这么厉害？这个三号，你三号，你注意一点。对不起，哎，三号就只抢的抢对题，我出了那么多他的歌。等一下，开头开头，快点快点。那等他吃出来，别直接拉到中间。别堆砌怀念，让剧情变得狗血。
深爱了多年，又何必毁了经典？三号，都已成年，不拖不欠。浪费时间是我情愿。Hello， 像谢幕的演员，眼看着灯光熄灭，真假的？三号，来不及再轰轰烈烈，香港那个人就保留告别的尊严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香港。我爱你不后悔，也尊重故事结尾。哎，副歌要来了。哦，终于对，你到现在才对，会不会太慢？三号，三号，三号得分，三号太慢了。大家有听到吗？这个。体面。不是，我说现在新的。对，体面。想当初你爱着我，那有多温柔？现在你随风而走，哎，对不对？下一句是歌名，跳过去。哎，这个。不是，没人知道。大日主苦恼许久，想不出来。嗯，对，但书笑鼠，你思考了一下，没有关系，还是很厉害。笑鼠。这个，你出现就沉醉了时间，没有酒，我像个荒诞的可怜人，这很简单。可是你却不曾施舍二两，这很难吧？不简单，不就难？下一句就副歌啊，下一句就歌名啊。子弹在我心上上了膛，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，遍体鳞伤还笑着原谅。对，无清水，真的假的？这首很难吧？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，谁是嘉玉的救急特务？哎呦，噔噔噔噔噔，谢谢 Ben 的 love。这是什么？我想一下。那等他跑，让轰隆隆隆隆隆，冲冲冲冲，那风什么？这是歌词吗？我其实对这首歌不熟，算了，跳过。冲冲，让窗外的风。让窗外的风怎么吹走每一个毛孔？让啊，这个没有啦，我现在只在唱歌。我不言不语，却刻骨铭心。我从第一眼见到你，就深深爱上你。
你能不能借我一秒看我一眼？我的温柔能够为你不顾一切。越沉醉越沉醉，越浓烈越遥远，我不怕醉，心不怕碎，只要你一眼。什么借我七秒？什么下一句就是歌名哎、欸？噔噔噔噔噔，对，爱啦，我还是爱着你。好瘦哦，谢谢。你是我吗？没事啊。我还是爱着你，你还是忍住离。我还是爱着你。哎，我突然想到一首歌，找一下，那叫什么？这个，大家希望大家很快就猜对。笑鼠，希望大家会猜对。这是我们蛮常被 cue 出来的一首歌曲。好的，凭什么要失望？藏眼泪到心脏，但前面比较难。嗯，往事不会说谎，别跟他为难。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。我想，对，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。哒哒哒，努力不简单。等少女的祈祷，好好笑哦！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太高音了。没有，那首歌本来就叫《少女的祈祷》，它是那个那叫什么？忘记那个词叫什么？怎么没有我听过的了？这个嘞，这个，窗外不很简单吧？我觉得很简单。阿华，什么大胖胖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。我又想到一首歌了，那叫什么、啊？哦，我想起来，差点忘记它的歌名。这个也很重要哦，大家。好，对，我却心如刀割，原来我们都一样顽固，怎么会谁都绝口不提要幸福，再也不能牵着你走未来。再也不能牵着你
走未来。妹夫，哎，恭喜蛋叔！不行啊，蛋叔他现在已经14分了。再也不能牵着你走未来 ，Map。谢谢艾拉的花枝精粹。哎，我的麦克风没电了，好快哦！谢谢佳宇的救急，特务的爱的烟火。道具组，我的麦克风没电 ，Map。哎，其实有哎。哎，这是很小声，但是它电源熄了。再也不能唱歌了，我难过。Map， 恭喜第一名是九蛋蛋叔。Map， 哇，谢谢阿米的能量话筒。赞哦！我们现在来分数统计，第一名是蛋叔获得了14分，第二名是并列，第二名是艾拉，道具组一号跟吴清水获得4分，并列第二名。差评，还鼓掌。第三名是华叔。好了，剩下的就是再接再厉。一号拿第二名了，一号你有什么感言？谢谢大家。每次感言都这一句，要换一下好不好？好嘞，好好笑哦。哎呦，我在这里。好，我们终于可以播音乐了。Map， 失去爱那一刻才晓得。不行，我要跳到后面。你消失了。是不是我错了？但错了，越爱着越痛着，越哭闹着。你走了，我们约好了，你比我快乐。怎么会轻易说要结束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？太努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，祝我最爱的遇见更爱你的。哎，没谱嘞。哦，来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啊？是哦，太用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，祝福我最爱的日月飞翔着。原来我们都一样顽固，怎么会谁都绝口不定要幸福。再也不能牵着你走未来 ，Map。这梗玩太多了，你下次可以叫笑笑来啊，他很强吗？谢谢 Akira 的白色应援棒 ，Map。好，我今天 Map 太多了，不定要幸福，再也不能牵着你走未来。Map， 好了好了，来吧，我们来听这个，真假的，好扯哦！你下次叫他来啊。不是有个节目有拆歌吗？拆歌词还是小吴。
明天还有直播，大家。再想想明天要干嘛。进来听，进来听，一人有一个。我们现在要来念，把大家欢喜做伙。第十名是赖君燕。第九名是 Sam。 第八名是柠檬。第七名是蔡亚马逊逊。第六名是 Ben。 第五名是阿阳。第四名是 Ben。 第三名是 Bing。 第二名是阿明。第一名是宝宝。连两天，很幸福吧？金蛋老阿伯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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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噔噔噔，再听一次。谢谢阿米说的掌声鼓励，我都已经先坏掉了。哦，好，加油，布丁加油，回家继续努力，继续加油。不是玛莎与熊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晚安大家，明天见。哎，我撞到树，拜拜。晚安，拜拜。晚安，拜拜，拜拜，晚安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晚安，拜拜，拜拜，晚安，安安，明天见，拜不，拜，哎呦，哦，它又没电了，你根本就只是换汤不换药，只是把电池两边交换放而已，你看你，换汤不换药，咦？晚安，拜拜。